们是道江户家家政科的学生，我们今天参加的是专题组，家政群的专题组。我们的题目是减速带着走。2018年起，行政院环保署实施了限塑政策，许多商店及卖家皆不提供免费塑胶袋，也使得大众对于环保袋的需求日益提升。所以我们选定此方向做研究。问你呢？遇到困难有很多，就是像是我们两个是比较就是。口语比较差，然后他是比较好，然后他就会就是协助我们，然后就是在旁边看着我们，然后就是告诉我们一些技巧，对，还有就是在版型的变化上，我们有做几本款，然后也有一些变化版型，但是版型比较新颖，所以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所以第一次做也没有那么顺利，也会一直拆掉或是失败，重复做很多次才成功。好，那今天的那个比赛有没有信心？有，很有信心。好，那你们把精神喊话一下。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好，放。我们是志平高中，然后我们这次参加的是创意组。是啊，那题目是什么呢？题目是仙风道骨。那对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有。那你们有没有对呼？要不要喊一下？对。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很棒。谢谢。我们是动力机械系。然后，你们的主题是？我们主题是刹车分棒自动冷却系统。我们其实是因为发现我们的刹车，平时就是如果我们载重物或者是我们在山区下坡的时候，我们的刹车系统都会有一个就是异常，那可能就会异常，然后造成我们的刹车视野，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往这方面去研究。对，好，那三个人一组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但是我们还是会就是面对的问题是一定有的，但是我们还是会一逐步去把它做一个排解。那对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有。那你们要把精神喊话一下。好，各位同学，加油！我们是高音工商的学生，我们参加的那一组是动力机械群。好，那今天的主题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怠速自动冷却系统。怠速自动熄火系统。怠速自动熄火。再一次。超级电动机怠速自动熄火系统。好，那研究动机是？因为现在全球暖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关于汽机车排放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为了减缓这种情况，我们才有制作这个东西的想法。那在一起做研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有啊，像是程式编写的部分，有老师帮我们协助我们解决，或者像实物。设置的部分也有老师协助我们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因为有我们老师，所以我们都可以很顺利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有没有想要对老师讲什么话？有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给我信心。有啊，好，一二三，加油！像你们是什么学校？今天参加什么主题？我是张师附中建筑科，参加土木与建筑群的专题制作。好，对什么？专题组。那题目是求生，它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是一个简单的球体，那它平时作用是凉亭作用，那到海啸来临的时候会随着海面浮起，那就是关注国际的问题，就是在海啸这部分还没有很健全的那个避难设施，所以我们才想说往这个方向去做设计。是，那你们一起做研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一开始在模型设计上，因为就是条件有很多，像是我们得要顾虑到人的安全，还有海啸的来的速度，还要配合海啸警报系统去配置我们球体内部的一些装备。然后因为我们还有做跨科整合，跟电机科做我们一些内部配备，像 Arduino 板还有 LED 灯等等，所以线路在配置上也
就是沟通了很久才配置好。一二三，建筑科三。好，赞。好，我们是彰化师范附属大学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就说是彰化。彰是副工。再一次，再彰工。好。好，说什么？彰工。彰是副工啊。彰工太短了，这样子我们应该不知道是谁。好，彰好，预备开始。我们是彰师附工。好，那你们是参加什么群组什么类？土木与建筑群。你们的专题题目是 TBI 河桥改善。那有没有简单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的研究动机？主要的研究目的就是针对台湾，因为每当夏季的时候都会面到台风或豪大雨的影响，然后这些水流都会造成桥梁的破坏，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主题是做桥梁，希望它可以，我们的设计可以保护桥梁，延长桥梁寿命，以及维持两地的通行。主题是研究桥梁。了解，那请问一下，你们研究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桥梁有很多专业的结构学方面，我们是就是高中是没有学习到的，就是要透过问指导老师或者是自己上网查资料，然后更深入探讨，然后做研究这样。好，那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有 ，TBI 赞。我们是雾峰农工，然后参加动力机械群的创意专题的这个类别。是，那今天的主题是？今天主题是创意三角警示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它就是想改善市面上的三角警示牌，然后是利用指挥棒去做一个触发，就指挥棒做一个本体这样，然后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降低二次事故发生，然后不要让后方来车再去做最前方已发生事故的车辆做那个二次伤害。是，那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在找那个指挥棒，让三支指挥棒如何组成一个三角形，就是遇到蛮大的问题。是，那有一起努力解决的方法？一起解决就是找到木头，然后裁切木头，让三支指挥棒能够完成组起来。对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有，一二三，加！好，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学校？参加什么类别？宜兰高商创意外群。是，那你们的主题是？我们作品叫做 Easy Dance Study Go， 是一款桌游。那你们为什么？研究动机？因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人就是被那个宜兰的美所吸引，可是没有人是深入了解宜兰有什么景点，大家去都是那几个，像是什么吉米公园、新月广场，还有那个罗东夜市，所以我们就想要推广一些宜兰的示范景点。还有就是我们又发现到最近很多高中生都没有机会去练习口语、英文口语表达能力。对，然后可是那个口语表达是英文就是语言学习上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就想要改变这两个方法，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所以就创造这个作用。那对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有。Easy then start and go。有啊，可以吗？可以可以。麦克风，不用。参加专题组，那题目是一电换语，啊，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就是用废弃羽毛球，然后跟客家冷奶做结合，然后的整体造型作品。是，那为什么会做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热爱打羽毛球，然后我们打完结束后，就是发现地上有毁损羽毛球，就我们去询问一下他们那些羽毛球是怎么处理，然后发现他们都把它全部拿去丢掉，然后我们觉得很浪费，所以我们想说就收集一些羽毛球，然后来做一场。那对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有。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OK， 接下来你们是什么学校？台南南海市。那参加什么类别的什么？就是专题组还是专题组？那题目是？葛亚说：“葛亚说，易松那的避难上避难足球。
可以再讲一次。题目是救难。救难。对。那你介绍一下那个主题。可拉说伊收纳的水上避难球。避难球。我们那个球是针对海啸去进行的想法和构造。是，那中间在研究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作品需要在谈制作，而且弹簧的地方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去计算。因为我们那个弹簧是要自己定做，不像外面那种直接买的一种。所以我要自己计算弹簧的压力，弹簧压力系数。好，大家对今天比赛有没有信心？有。还是加油！专题暨创意特性赛，那很多委员已经帮帮忙很多年了，那谢谢大家媒体这么辛苦来给这些学生，给他们一个评审，给他们加油跟鼓励哦。那这一年一度的盛事，学生也都准备好了，那我想请大家就等一下辛苦一点，帮他们当那个评审。主办单位海教部国教署的林焕喜林中委帮我们讲解，我们欢迎林中委。谢谢陈院长，谢谢郑老师，以及在场所有的评审老师，各位市长们，大家早安。非常高兴能够代表署长来到我们这个专题与创意制作竞赛的决赛的现场。那在这边要代表国教署，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评审老师，今天一天辛苦了。那稍后我们部长也会在9:30的时候来到现场关心大家。那再次感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那个郑进武郑教授，他这个推手啊，这个竞赛的推手，请他来帮大家讲几句话。欢迎郑教授。林委员啊，陈院长，还有各位市长，大家早安。我们的专题制作竞赛已经迈向第8年，它这已经变成是我们技术型高中
每年固定的一大盛事，除了机器竞赛之外，就是大概活动也算是最大的。那也因为这几年的整个教育改革，我们对专题制作竞赛、专题制作这个能力、学生的能力啊越来越重视，现在都强调学生对新课纲，强调学生跨域学习的能力。我是会想这一块未来会还会更受到重视哈。那个召集也会帮我们统整大家的意见，然后最后每组交一个作品交一场场地。但是这边因为是金牌奖嘛，这部分他是刚体育系刚整修过，我们好不容易跟他借了这个场地，所以我们中午就不会在这边用餐。但是我们借此的会是在鼓励到时候再引导各位去用餐。那最后就在跟讨论，那我会再跟大家的澄清。那我们今天各位澄清出来以后，馆长今天。各位针对刚刚的报告，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看各位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先。那我们就请各位再问一下。牌子举高一点，对，我们今天是记得是实木的牌子，
联系上你自己的朋友啊 ，video card 紹介、写信、看歌。就是没有写到关于海啸的救难载具，将近16000吨。之后我们到了那天，在网络上看到一项东西 ，Magic Ball。我们发现它有以这个 Magic Ball 做那个箱子。嗯，放在这边。哦，对，收了比较什么？对，这么重的，每一个样，每一个那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对，亲手自己做，荣誉冠军。处理还自动给你收集。现在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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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就骑，尤其我们在停车，一下停车，那里就停车。之后，我们会组一群组装警车的技术，接着我们将最内缘罐口并焊上模板，是磨酸吸胶模板，并加入拉链，做出一套。还是会有白色的气弹。水准跟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做的一些策略，比如说仿生的面的结构，或者是你外面全部是透明的玻璃。But the issue have to pay 100 NT. For the major buyer or the adult or 设计区的，它有产品设计，然后帮人家做包装、空间设计，对对对。当时要求我们就是要玩，就是要制作这些零件，做什么事情？回工厂制作出了很多。一样的文创商品可以供他们以后做量产的需求。
半都过去顾客拿去，所以说我觉得透过制作这个模拟，没有就是当面就是自己去问，但是就是就是有去看影片，甚至是我们会到那个那边探访的影片，对，探访过。我真的很想试试的东西。苹果的颜色会让它看起来突出变色，所以其实它不会像灯，它是不是过程很较快？它是这样的，就比你们在通常在其实也可以以台湾的特产来进行，以清朝就开始非常的繁盛。那如果以茶的历史来拍摄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棒的点子。好啦，什么台式国产托林天头山哦，恭喜他哦，香农农卡。关的时候已经做了，或者说你没录进不好，是吧？就不论是送礼或是收藏都具有意义。材料化设计，我们针对台中五个社会企业进行故事行销，结合探索馆花卉年节设计材料化图像，也透过 AR 扫描机可观看我们自成彩绘的材料化，让民众了解社会企业背后的故事。花了太多的这个，对，一定要添加的时候，没的。就是按照自己产品的意向去设计，对。整个故事的，做那个顾客没有找经验。是啊，我是听过，那所以它的移动范围并不会超越我跟这位同学中间所形成的这条假想线。以上我所提到的这些，不仅关系到镜位的设计，以及是否能够完整呈现这部作品的真实样貌。我们每次拍摄不同场景、不同光比做平均值的调整，再依照每个场景的剧情做情绪张力的氛围营造，最后则是压上黑边，呈现出电影的感觉。在色调上进行调整外，我们另外更利用了蒙太奇剪辑法。像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段影片，小女孩加入蓝极速的气氛，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蓝精油气的年龄群，
了解青少年心中的想法。因为我们针对的族群主要是较忙碌的家长，因此我们找到了公共场所，因为老板也对我们的影片非常感兴趣。一地价高，潜在进入者，在未来可能开发出更多的业者，供应商人数，因为目前制作多功能保温瓶的厂商比较多，但是因为材质上的问题，三个是脏的，对，这是我们的干货，也是脏的。在手法上面，我觉得都非常好。这中间是分开的，我找不到这个结构。就是使用上的测试。使用上的测试就是。家里的是不是？现场指定调笔操作，那就是说把原先的手动空间说它的很多的产出、运的产出要去做调笔。不要再整理。快快。书籍及网络上的资料。谢谢各位评审老师的聆听，祝你母亲节快乐。这个菜做的那个面饼厚，我会加点它，就是换新的螺丝拉丝，它原本锅炉嘛，对对，锅炉嘛。那你穿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会喷在里面烧，对，在里面烧，它会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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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留到晚上十一点多十二点，然后全校就只有我，还有我们老师，我们老师都会谢谢我们。显示他们有以下两点问题：第一点，觉得会计上不过，应用电子书来教学，并且搭配学生们的传统课本。那在课堂当中三十分钟，老师补充的主要的前面五大问题是学生们，如果我们改变了这样的传统教学模式，是会到三十分钟。当然也有时间。商人到这里来买卖，走着走着，草鞋也就破了。都相连在一起，量子下火焰用灵火焚烧。以前发生921大地震的时候，很多树木都倒塌了。四张图盘内则以按照顺序比较大小，对应相同比例大小的图盘并贴上，将九峰恢复原貌。那么目前是比较我给他点一颗38级，让那个媒婆形象。像这种民族的知识能源图书，
回头讲哦，就是绿色的，我其实分不出来。其他的学员一样。好。那感觉都很有趣，还蛮有趣。可是你六个主题，照理讲应该会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可是你。好一路顺，双弓吊桥长又稳。十字成双成桥墩，九九风春火焰山，层层相连绵延伸，灵气聚集催人闻。欢迎来到草鞋墩，麻薯草鞋稻草人，传承丰富的人文。以上是我们的报告，谢谢教授的聆听，请教授给予指导。是因为我们到实地探访的时候，有会编织的人有亲自询问过，这双我们有试穿过，不然这是有点太软了这样子。重心达到平衡，重心偏离大于是 percent， 跟重心对角的重量相同时。各种野兽，是野兽啦，痛苦。就是兽头人生。对，兽头人生，兽头人生。我们是这个研究室的研究员，所以我们挑出这五只作为我们的代表。像我是不会选，就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睡觉，所以我会选不会选。对。我们调查的时候，我们有顺便询问说，读那个做问卷的人他喜欢什么样的动物？你的故事在上面。我喜欢狗，对不对？我长得就是瘦瘦人生。陈教授指导。时尚的这一块嘛，那也懂得运主题，你的色调。用洋葱以及榕树叶，但是那时候因为染色总会有就是粉红色，一定是与我们的想要的咖啡。我们的概念发想，这一系列台湾的形态，营造出热闹亲密的景象。中秋节与冬至除了有团圆的意象外，每到秋天时，看到它高空翱翔的鹰。大厨怎么发展？竞争力提升计划。但产品出货动作以及所有权都是由老板开发，希望你们能用在参访导览活动中。Baby 的时候，我们决定将互联网概念带入阿州军工工厂。首先，我们与科大温度测试到电脑全是超出介质，比如说电脑测试在湿度是30度，所以不会影响风活动。